这个地方在那个那这个C Sharp 里面哈、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所谓的那个这个类别哈、那这个类别部分的话，比如说我先 show 给各位看一下，类别的部分的话哈、各位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地方哈、预设里面是没有这个 APP Code 的这个资料夹，那我们如果说我今天呢要建立一个类别的话呢，我必须要把它放在这个 APP Code 底线 Code 里面呢，建立一个。为一个类别叫 student 点 cs 哈、cs，它的副档名是 cs。那建立的方式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它原来是没有这个东西。那如果说你要建立的话，请各位在上方哦。那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是第四章的范例，所以请各位一样先新一个网站。那网站的名称的话，网站的这个名称的话，请各位哦，比如说在桌面上或者你的随身碟里面。再新增一个 ch04 哈、ch04，那这个部分有别于上个章节的范例，那一样选 C Sharp 哈、建立完毕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在这里面特别注意哦，我们今天要先练习如何建立一个类别哈、那建立类别首先第一个，请你在这个网站上方按右键，然后呢加入的时候特别注意啊、请你加入什么呢？加入 ASP.NET 的资料夹。那在 ASP 资料夹这个资料夹里面呢，因为我这边已经有用了一个 APP Code 的这个资料夹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没有显示出来。那如果这里面的话，你第一次加的话，会有一个这个 APP Code 的一个资料夹，请各位增加这个资料夹，好，这个资料夹。那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呢，再新增一个什么呢？新一个项目。那这个项目的部分的话呢，请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它里面会有个所谓的 C Sharp 类别。那类别名称的话呢？请你把它改成什么呢？改成 student 点 cs，按新增就可以了哈。新增，那新增之后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因为我这边已经有新增一个，打开来之后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啊。那新建一个类别，这个类别的话，我上个礼拜有讲过，就是说这个类别哈，它主要就是让这个我们可以比如说我可以重复使用，类似我建立一个模组，一个开一个模，那以后的话呢，大家就可以共用它。那这里面的话，比如说呢，我们建一个类别，那类别的名称的话呢，我给它叫 student 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，预设就会一个 public 啊，修饰子就是共用的啊的一个类别，然后类别名称叫 students，那特别注意呢，它的大括弧的位置啊，它一定有个大括弧开头，大括弧结束，那在这里。